今天有一个中国客人，就是之前视频里面拍的那个中国客人，今天他又来这边订餐了，订了姜葱龙虾，然后十香醉排骨，还有炒饭，还有一大盘芥蓝牛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飘雪。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评论、关注。谢谢大家，祝你开心快乐每一天，爱你们哦，拜拜。